游客朋友们，多加注意安全。家长们要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小朋友。在游览的过程中，请不要在船难，不要在船舱内外奔跑蹦跳，以免造成危险。同时提醒各位游客，我们游船洗手间设在一楼。游客朋友们，请看珠江的北岸，就是海心三岛，东面与广州珠江新城、中轴线北段的珠江中心，南面广州特色塔，北望珠江新城，西面二三岛，海心三岛总面积17.6万平方米，东西长987米，南北宽为179米。 岛的西侧有容纳2.5万人的8层高大看台，看台前有包括餐具型 LED 电子屏幕，海上是面最大的风帆，中间设大型舞台，岛上还有大型喷泉，东侧是一座立面和建筑物，海心三岛向说华丽的游人停靠在中。